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，我现在在318国道啊，这里是觉巴山。我刚刚车开过去了，我又调回来了。我看到一个推车的，这推车的真的是非常常见啊。但是我看他们说是，就是上面那个车上面贴那个画呀，好像是得了什么病啊，就是那个大病。打算去问一问他们，马上就来了，就在后面。他们好像是俩夫妻啊，目前正在艰难的行走，拉得非常吃力啊，朋友们。东北夫妻穿越西藏，我们车也没啥东西啊，这香蕉只有3根，买的就不多啊，你看，上面就4.9块，4.9块买不了几根，可能孩子们也吃了一根。他们三个人，给他们一人一根吧。这边有个小姐姐在徒步啊。是不是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那两口子过那么多年了，有感情了。哥哥不说了吗？再好的女人在我面前，我只把她当成是朋友，没有一点想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爱的就是我老婆。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是不是？嫂子得了癌症了，哥哥不离不弃的，都卖了。为了给他看病，你们说这种男人不值得你们去给他点赞吗？不值得你们去给他点一个关注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昨天他们说的话，我当时你知道我气的，我当时我在直播间里，我为什么我流泪？我感动了，哥哥说了一句话，太让我感动了。哥哥说了。如果我老婆现在不行了，倒下了，我立马推着车跟她一起跳进悬崖，然后嫂子就心疼哥哥了，嫂子就说了："我不让你说这话，为啥呀？因为嫂子想说的。"大家看看啊，上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是一家人吧？对呀。哎呀，您这个车太吃力了。对。哎，别叫别叫，休息一下。师傅，你哪里人啊？我东北的。东北的。这个坡长着呢，前面是东达山，对，一直是坡。对，不知道你们来过没有？我没有。我们是从拉萨方向往四川走的。走完这车，走完这个山，好像下一个小坡，下个小坡直接翻东达山。对。哪里？这上到顶是那个觉巴山。对，这就是觉巴山。觉巴山再下去一点点，又要开始上了。东达山有几十公里的上坡。对对。哎呀，你家俩孩子啊？对。两个。哇！你们这车有多重啊，师傅？将近1500斤。1500斤？你拽一下试试可以了。我拽一下。哇，你就搁手试一下就行。还是搬重点吧。对。哎呦，这。这根本动不了啊！这，你根本就拉不动的。你是拉不动我的，因为是的，没有我这么大的劲儿。对，我是你看我来回扭，就这么上来的。折多山也是这么上来的，就是来回这么扭，扭，哎，扭着往上上。你把我那个指名拿一粒吧。真的不容易。我们车上也没有啥，来给孩子吃。不要，不不不不不，你兄弟你就给孩子吃。我们开着车买也方便，不是？你每天走的路也长。不用给孩子吃，给孩子吃。你不行，你这样让我们吃不下去。不不，我们这样让我们吃不下去。我们下阵就到那个芒康了。知道啊，你这样是让我们吃不下去。没事，放你这里。不，你就给孩子吃啊，给孩子吃。真的，你这心我，你这心我领了，真的。行行行。这个车拉不动，拉不动的，拉不动。你试试，佳佳、明明去边上。来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把闸松开。使劲。我也要试试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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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看看啊，我的妻子得了乳腺癌。是一个癌症患者。这个是不是肚里面？对啊，肚里面。
这都是好心人给的。你看我们这一路是干啥的？求食物。对，我们一路就是跟要饭是一样走的。对对对。这对夫妻点了个赞。你看看这水都是好心人给我们的。这水看到了，方便面，你们一堆的，你们也是住在车里边吧？对呀、啊。出来多久了？我出来是410天。来，小宝贝儿，我妻子有病呢，是今年9月12日。知道吧？明白明白。为了他，把我的我们家的楼啊车啊都卖了，都卖了，还欠他大概10万。欠了10万。时不时的，就是银行就给我打电话要钱。我现在就是我这个条件，我说你就起诉我，我也要不上钱，我给多少钱？因为我是把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告诉他了，我说你进我这里看，随便看，我走到哪儿你能看得到。这个是你们的名字？不是我们的名字，跑调歌正能量。跑调歌正能量是慢慢走吧，我一天就走多的走快走5公里，这个小妹儿帮我这两天帮我能多走2-3公里，多走2-3公里。那现在每天就7-8公里啊，也是7-8公里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底下住的，这是如美，不这个就下面这个村儿啊，这是底下这个。那晚上也睡这里面吧？晚上我们睡在这里，然后自己做点饭，看到了，有的，煤气罐都是人给的，一个也是自驾游的一个小两口，然后呢，看到我们没什么别的了，看到我们在野外烧火，就把煤气罐给我们，当时是全都是新的，明白，我们这里刚接的水吗？这一桶水20多斤，刚又加重20多斤。是的，嗯，你这车太重了，主要是。慢慢走，我就是跟我媳妇俩，就是走到哪儿哪儿回家。嗯。能开心就行，她能开心就行，她能把这个癌症走好，能把这个抑郁症啊，搁抑郁症走出来，就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你们像走这么多天了，还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，嗯，他开心我就开心，我累点无所谓，他主要是他开心，他能看到咱那个不同的风光，不同的吃的喝的都有不同的，因为好些人别的有的他都没见着过，都是没吃过，水果啦，这一路的水果，各种各样的水果他都吃过了，都是好些人给的，所以说这辈子可能是我们走这一招，也是我们今生难忘的，也不遗憾了。对，他俩长得一模一样啊，长太漂亮了。像他爸爸。长太漂亮了，跟他妈也长得一样。我从东北一点一滴的也过来了。你是东北哪里人啊？东北吉林的。吉林的。北河口子。哦，那时候走3个省的时候，我媳妇都不下地，那更惨，1700-800斤。那翻山的时候，我媳妇在车顶，因为她走不了路那时候。对啊，然后呢，她上厕所下来，上完厕所再上去，就这样。然后过了山洞以后，她才下地锻炼，不锻炼不行了，我有点吃力了。那就身体越来越好了吗？对啊，现在越来越好了。那这您到高原了，这有没有什么反应啊？没有反应。没有什么反应。没有，我们俩孩子吃不吃方便面呢？不吃，谢谢。啊，我们俩都没有反应。不吃，谢谢。不吃不吃，这我们不吃。我们也是住在车上的晚上。啊，我们也吃不了。我们也吃不了。来来，不，但不用。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帽子掉。朋友们，这318国道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这个上坡路也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刚刚试了一下推他们的车。真的是推不动啊，推不动。现在他们在那个位置啊，大家看看，真的是走不动啊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现在天快黑了啊，不是很清楚，真的走不动啊。